各位好，咱即马开始来上课哈，大家请起立。今日，大家请坐。各位同亲，大家午安，大家好。中华戏，今仔日大家又搁伫遮休困三工，阿爸转去啊！大家拢有家己的心得，啊！我要搁强调啊，秘书长所讲的。啊，秘书长头拄啊，迄节甲咱讲啊，台商去中国投资，到尾啊，拢是等于被赶出啦，被啊侵占啦。被没收了啊！大家我足了解，做啊，迄、那个做冰做那个冰块啊，一工厂，这就是一个例子。甲秘书长伫遐办学校那同款，这也是一个例子。但是咱。李王政府啊，你甲咱讲，佫唔是安尼讲哦，遮拢无要讲啦。伊干阿讲安怎？讲哦，都爱去中国投资哦，遐外好都外好啦。无咧甲咱讲安怎？你去遐会死咧足歹看，遮拢无要讲。我有一个机会。去北京参加仲裁协会研讨会，仲裁协会大家可能会了解啦吼。那一般讲仲裁人都是民间法官啦，我本身我是取得仲裁人。去北京研讨会时，该问啦，问问题讲是安怎？台商去中国，甲恁啊打官司啊，因迄人民大会的法官伫遐啦，我甲请教打官司为什么？都判输，我甲请教讲，依照我所知影的，台商去甲中国拍官司，拢输啦，是安怎？我要请伊答复。伊甲我讲吼，哎呦，讲。凡是违背中国政策的，都判输了。安尼大家唔知清楚无？拜托，回去，爱甲你的亲戚、五十朋友伫中国的人，起码伫遐咧奋斗，有机会啦，赚到钱，紧回回转来。放咧，互伊较袂人去啊，甲袂去靠阿弟咧。这是事实的代志，但是咱流氓政府的官员，拢叫一挂，何讲啊？伊我一个查某孙啊，伫美国转来啊，参加
侨委会活动，因遐个讲师搁咧骗啦，遐个讲师讲哦，咱爱去中国投资偌好拄偌好，搁咧骗一寡，唔知影确实情形个人，搁骗咧遐去投资啦。这就是安怎？因个思想就是讲。因要甲咱台湾的经济弄甲甲因同款啦，阿摆因要来接收才较方便啦，会思考啦。啊，我迄阵啊有甲请教安尼，因的答复是安尼，是毋是甲秘书长所讲的拢同款？当然。伊去个啊，去中国，因遐个政策是安尼。你哪有可能你去过赢啦？你都台湾人嘛，食你够够嘛，就是违背中国政策的都判输。啊，有啥物条文啊无？我讲我伫外国的经验，一个小故事予大家知。咱本土台湾人，大家拢有外国的经验，去外国投资做生意，咱伫遐请一个厂长来甲咱发落本土因当地的人。有一个问题啊，咱拢叫伊咧处理嘛。啊，咱发现到这个首长有问题，咱要啊开除安怎开除？我着请律师，叫律师甲请抓出去。我迄个例子，那甲甲秘书长要共款。我工厂。去到遐，咱要环境要甲外国同款，种草皮啦，咱拢会去委托伊去处理，甲工厂环境弄啊好势，啊买草皮来铺来种。咱是这个事做甲足清楚啊，到尾啊讲，要一条线无付啦。种草皮的人来讲啊，要有偌济草皮也袂付钱啦。我迄阵啊，就讲安尼好，无要紧，偌济。伊讲偌济钱，我这个钱我付你，但是你要甲写一张讲，所有的钱拢付清，无过。小欠，你写一张给我。你即马是毋是剩一张尔？伊讲是好，写一张总付清。付了后啊，过个外月，过一张来要请啊啦。我全录迄张去，啊，就解决啦，因就鼻仔摸一下。这就是讲，有当时啊去外国啊。做生意啦，你若去无法律的、人治的国家，啊，你吃亏啦，就是安尼一直直来啊。啊，咱其实拄啊英国管过，因较重法律，因为。卖我物件人，拢甲伊钱拢收着，拢付清啊，以后无少欠啊。啊，这张写好转甲入去，因都唔敢阁讲话啊。这就是爱甲大家讲，若去较文明的国家投资，有法律制度的，唔是人治的国家投资，
较有保障啦。啊，无违背啊中国政策的都判输，你有法度伊？即久恁来读册，过去办呢，都够价值啦啦。一定要甲恁的亲友讲，也无隔册的人，你若无甲讲予清楚，阿伯啊，死了足歹看，死了都唔知影哦，唔知安怎死的都唔知影哦。所以大家爱有这个觉悟。阿哥要甲大家讲。要拜托大家做两件代志，第一，就是爱甲你的亲友讲，拢爱来请身份证，才会保障你的权益啦。你若无来请身份证，后悔啊！因为你无这个身份证。你阿爸变中国人啦，因为你有啥物证件证明你是本土台湾人？我问大家，你要安怎证明你是本土台湾人？请恁把这个信息讲予恁亲友去了解。阿哥，拜托。叫一寡较少年的来受训，有个人甲我讲，少年的拢无责任感，啊，要咱来受训，阿爸要安怎？来受训以后，伊会去了解，足现实的。你甲少年的讲。投资报酬率的计算，你来这上课三天啊，两摆的授训，你永久取得公务人员的任用资格。这个投资报酬率偌大？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是商学院管理学院的啊，大学部加研究所的教授，我甲大家讲，这投资报酬率百分之，员工一千啦，啊，这咱唔去做。你现在啊，啊无甲少年的叫伊来，到尾啊，伊会怨叹，有诶怨叹老爸讲：啊，你迄阵啊去上课，奈唔敢扣一个啊？真正，迄阵啊，你来不及啦，报名的人可能几万人啊啦，来不及，你就无法度来上课啊啦，真济。少年人无了解这个观念，我拢爱甲少年人讲：现在你有这个空余的时间，你赶紧来上课。机会到，你有证书啦。我若去参加。高等考试，我若取得证书，啊，我要用，我就有他用啊。啊，我本身那是从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啊，做个讲座教授，这那是啥？拢爱有证件的，拢爱有证书的，一定要。记得跟你的小孩子讲，现在我告诉你，
这个来受信是100%的啊，投资报酬率是千倍了，哪里去找？吴庸一定足顺利啦！你迄阵啊讲啊，那无爱较早甲讲咧，恁囝会埋怨你。你即马甲讲，希望因即马甲你讲，啊，你爱去有这个时间进来读，卖讲迄阵啊，大家要想要入来，歹势。咱个个这个教室，加后壁教室，个个是500个上边啊啦。全台湾大家哪拢要来读册的时啊，可能歹势用算的，安那用算的，起码拢大无算，要来就来。到时歹势，下咱的条件的人才优先来，这就是啥？咱大家现在拢是革命先行者，咱就比人有迄个智慧较清楚，早人家一步，所以。拜托大家，已经大家拢是啊高级班员工，拢是咱民政府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要扮演知识分子的角色，一定要把这个信息传播出去。咱有机会，都要找一个人啊。参加高雄州因都阿咧小座谈会，一个同心发表，讲现在啊，少年的啊，拢咧反对咱啦，啊叫伊来拢唔来啦，啊，但是有诶同心讲，少年的。伊若来参加，伊就全啊全神贯注来做咱这个代志。实际上我是安尼啦，但是伊安尼讲吼，唔是表示讲伊叫你海少咧，伊要带因早起，带因后生，佮带因太太，拢来参加迄个座谈会，所以。我很甘心，这就是要跟大家说，你最亲近的人，跟他说，请他们来。啊，如果不来，你再给他寄一句话，你下次不可以怨我说，老爸老母在给你安排你以后的发展，以后不可以跟他说，老爸老母没给你安排。这就是要甲大家讲的，吼、哦！啊好，咱即卖要阁啊，甲大家啊讲一寡问题啦。啊，咱拢是啊用 PowerPoint 方式啊来阁说明一下。啊，第感谢恁来啦，有恁来，咱成功的机会也较大。咱大家。把自己鼓掌起来，我看这人足清楚，咱的主张啊，甲咱的立场，高级班的人，大家我拢爱了解。好，咱是依照国际法，甲啊，甲这个叫做啊，万国公法。啊，甲学做《旧金山和平条约》，咱要予咱台湾的地位正常化。现在的地位啦，咱爱了解讲，
啊，咱是啊，日本天王他有土地所有权，美国政府啊，美军啊，占领台湾，这个咱大家，那不是安呢？咱唔好去用骗去，足济单位啦，伊干那挂这个旗啊，尔啦，猜猜起你啦。那无挂这个旗啊呀，爱甲大家讲，伊那招你去看到无插这个旗啊呀，你就卖入去啊，卖甲伊讲啊啦。这意思啥？讲咱台湾是独立的国家啦。安怎伊安怎讲？咱敬爱的李登辉总统，伊讲我要会审，讲啊足大声，甲不下讲安怎？美国讲不可以，怎么可以会审？啊无讲啊无要安怎？啊动审啦，动审啦。有啊无啊？啊阿扁啊，讲要公投，美国讲怎么可以公投？啊阿扁啊，搞不完啦，搞不完，母母的讲出鸟笼公投啦。这是安怎？大家不清楚，恁都无这个啊。国家的要做啥？所有权啊，无啊，恁要公投啥物？恁内底个两种人，咱啊身份证拢发了啊，美国一定给恁公投。恁内底的人是本土台湾人，本土台湾人会使家己公投啦。这爱给大家清楚，两个。总统，美国拢未杀你。我迄阵啊，也无清楚。哦，安尼美国讲什么民主国家，咱要家己决定什么拢未杀你。啊，都你，伊都美军占领伫咧嘛，你都无法度。所以我爱给大家知，所以讲咱的主张啊，咱现在啊，无要用暴力。啊来啊，用各种的方法来结束这个叫做流亡政府。好，啊，咱无要甲伊合作啊，无要甲伊配合，这是咱的主张。啊，大家这头拄啊讲了啊，足简单啦，上咱两百度，迄两百度。就足正确个，咱所有个会场拢挂迄两百度，好，啊，这就是啥？啊，奥巴马总统宣誓就职一度，个日本天皇住在里面二重桥一百度，这都100%正确，迄拢免阁讲啊，予大家足清楚。我即马要甲大家呼吁，呼吁世界本土台湾人爱特别了解，你若对美国国会有朋友伫遐，爱讲互因知，因为最近啊8月7日。2013年《台湾政策法案》，这是迄个叫做因外交诶众议院的外交迄个叫做小组啊通过这个法案。我要啊呼唤甲提醒美国的。参众议员啊，爱了解、认清国际法
啊，甲战争法、甲旧金山和平条约，因是安怎？有诶议员，伊要选去爱苦苦诶，咱这边都甲准备苦苦诶，啊，为人民直直北上，上高速公路去哩都要钱啦。什么拢直直去啦，所以这些钱拢要提给什么？我的想法，我的想法吼，这拢甲因加减有关系啦。我阁讲一届，惊世界诶本土台湾人无听到。合约有影响力诶本土台湾人，爱应用恁诶力量，甲国际法、甲啊战争法、甲旧金山和平条约，和因诶参议院诶啊。议员甲众议院的议员了解，就是讲流亡啊不得就地合法，流亡不可以就地合法，因要想，因要想啦，要甲流亡政府就地合法。哦，这里爱合约，咱。世界本土台湾人有影响力的，恁爱互因才了解。第二点，占领是假设因来占领，占领不得移转主权。伊要甲日本固有的领土，1945年4月7日。都已经啊，都已经是日本不可啊分割的领土，因想讲用占领，都要移转主权，无可能。哎，拜托啊，美国的议会要有正义感，来促使加速台湾。地位正常化，希望这点让外国的亲戚朋友叫他拜托讲给他知，让他去了解，这点足重要的。咱这的同心一定有外国的朋友，啊，外国的亲戚足多的，因拢足优秀的。但是，因对国际法、战争法、甲旧金山和平条约较无了解，所以拜托大家好唔好啊？感谢啦，等下一定爱去做这件代志。好，阿兰姐嘛，过来，咱就感谢这次。咱主席甲咱啊众议院的潘议长啊啊带队啊去参加这个啊祭拜天皇啊甲靖国神社啊，咱参议院的议长啊足辛苦哩，伊都啊坐伫后壁。咱甲鼓掌一下。啊，这予大家破纪录。以前咱去第一届拜靖国神社，
咱这个区啊，拢甲你啥？这个黄的甲青的，拢甲你擦红的啦。产经新闻，甲咱造假，这拢甲你擦规粒拢，拢甲这同款啦。啊，但是较大粒嘛，咱这安尼擦起，甲这里擦起，咱的较大粒。啊，拢甲咱擦擦起啦。这回啊，你看，这拢有咱的机啊，无擦起啊啦。啊，就是感谢咱苏内桑主席甲咱啊，众议院啊议长咱潘良华带队啊，足成功回来。所以要甲大家讲，依照国际法、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100%正确，咱的论述也100%正确的。所以，若无这个企业的单位啊，你唔好去参加，你去参加啊，你阿摆才去要拖你行。啊，这爱甲大家足强调，予大家较清楚。你看，你看，咱出去拢是毋是有真个遮个机啊？你看，足整齐啦，足好啦。甲大家讲，大家若要创造历史，12月20日，咱要阁去甲天王住宿，希望大家拢来报名参加国旗班的优先啦，报到150名够啊！歹势，咱无要阁接受啊！你若要创造历史，赶紧倒来报名，甲大家讲，予大家有一个心肝，讲咱要来，遮拢在做历史的记录啦。因为足歹势，我身体欠安呐，所以对无着阵呐。啊，但是我有讲。12月20日，我一定要去，吼、哦！因为迄较简单啦，安怎较简单？拄啊，住伫以前去拢住伫同一个旅社，啊，出去4点钟，啊，佫转来，吼、哦！安尼我慷慨去，因为我拄啊去印度转来，身体则无一个较无啥好势，所以。有这个情形啦，所以我也是足爱创作历史的人，所以希望大家拢来写台湾历史，好唔好啊？好，感谢啦。你看，咱。咱这啊，这都是事实嘛。这个安怎讲？以前啊，这拢吼，这拢甲咱讲啦，吼。刘邦政府原早都要和咱遮甲中国同款，安尼以后要来统一较方便，所以伊在。做这个代志，这个是咱以前啊国安会的秘书长啊，伊出来讲的，吼、哦，讲两岸啊服贸协议啦，那么少事决策一错啊再错，实际上他们足清楚啦，秘书长话讲，
因按算要去金门啊，妈祖啊，啊，中国人咧规划，美国甲讲安尼好不好？平潭岛啦，好、哦，平潭岛，我以前老初级班有听到的人会清楚。你这咱足先进的啊，基德舰，这是什么？啊，这里是什么？啊，这就是足清楚。美国甲咱讲，军队因来控制，啊，警察由恁民政府来控制。有，咱会直直加强训练，黑熊啊，自卫队来接这个警察。这是我们的目标、哦、所以要跟大家说，少年的你如果认为有要做公务人员，这如果是一种的机会、啊、我投资报酬率很大的，要跟大家说，三立有跟我们报道说我们啊，自制身份证啦、啊，实际上咱是晶片的，咱这不是啊自己制造，拢甲咱宣传讲咱这张无路用，实际上咱要予大家了解，这就是啥？咱去加是啊，美西的访啊美啊美国访问团的现身说法，摕咱这张身份证。啊，摕咱这张身份证，会得去啊，迄、那个叫做美国，唔知这个会使放一个无？这个放一个，啊，咱就要来结束啊，来拜托咱啊，甲咱放一个，卖讲我咧讲啦，予伊摕这张啊身份证诶去。美国啊，就是有效。好来，咱来。议长、秘书长，所有大家的兄弟姐妹平安。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清楚。秘书长常常非常清楚简单的代志。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就像我们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我们就用 ID， 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我就跟海关说，我这边有 ID， 他也放进去 ，No problem， 没问题，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我又，几个童星说：“亚夫亚夫，过来过来。”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那我们去的时候，哎，怎么要去那里？原来又要到国务院。那国务院呢？我们七个人就进去，那只有用 ID， 一放进去，行，好 ，OK。我就进去了，这是非常好的见证。这不是高沙组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妖子呢，不是呢，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必须定灰熊肝胆，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了二，二变成了五，难怪我们高沙子说一二三四也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所以真的搞混了。这个流亡政府混到啊，不要讲好了，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所以非常千真万确。那其他的
活动，由其他的同事来讲。多谢各位。好。啊，那这样，大家有信心吗？无啊？拜托，叫你的亲友去办一张。阿伯啊，去美国就用一张。啊，大家安尼甲大家讲，安尼大家足清楚，唔是我咧讲，伊这个是咱高沙族的牧师呢。牧师敢会使我别讲伊，我袂使我别讲伊。好，咱今日要甲遮结束，感谢大家。各位校员，请起立。今日下课，会麻烦请把椅子吼提起来桌仔顶摆吼，谢谢。啊，请各位先去一楼大门口去上哦，先到一楼拍照，啊，拍完照再拿行李，谢谢。